仔都可以按手嘅祷告。耶稣充满佢嘅心。哈利路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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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多谢耶稣，多谢主耶稣，多谢主耶稣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多谢主耶稣，多谢主耶稣，你控制嗰个，等佢好啲，等佢唔得。多谢主耶稣，感谢主耶稣，感谢主耶稣，哈利路亚。OK， 好啦，感谢耶稣，感谢耶稣名，阿门。好，而家呢只边个？系啊，你真系好热，冇啊，系你埋啲唔紧要。但系阿文要话要影个图。OK， 好，影个图咩 ？OK， 好，唔系影个图咩？系影埋个图啊嘛。OK， 好啦，好 ，OK， 影咗图啦，而家。OK， 好，好啦。講下講下，分享入去講。我叫做 Karen， 剛才大家幫我祈禱的時候呢，有一種很特別的感覺。因為我現在五個月大啦，個 BB 呢就不應該會震的，但是提升祈禱的時候呢，是好像在裡面是這樣震化，因為通常 BB 是會這樣動來動去啊，慢慢的動作，但是剛才有一種很神奇的感覺，但是很開心的咯， BB 在這樣震咯，同埋好，同埋第二次祈禱咧，就有咗好暖好暖嘅感覺。嗯，感謝主。嗯，鄭先，我哋一班弟兄姊妹一齊為佢 B B 祈禱。你從來有冇試過感覺 B B 震啊？冇震過噶，好神奇，因為 B B 唔會喐得咁快啊嘛，佢五個月啫嘛，佢冇可能喺度震肚噶。但頭先嗰種感覺係咁震得好快咯，真係好神奇，好神奇。所以呢個就好似聖經所講嘅，呢個先生約喺冇福中被聖靈充滿啦，被聖靈充滿喺度震動，喺度歡喜快樂，感謝神啊，將榮耀重讚歸俾主。好，多謝。我冇覺得你再佢唔單止係喐咯，佢都有喐，但係佢係咁樣震，我真係覺得好神奇，未試過。好似動啊！佢係但係呢個係聖靈充滿會有嘅跡象啊嘛。係我未試過，你普通佢就咁喐下彈下彈下，即係胎 Aiden 第一胎都係咁樣震咗幾耐到啊？即係祈禱咁耐震。即係大約幾耐就先祈禱？幾分鐘應該就係幾分鐘。嗯哼。咁你聽日先祈禱，有冇覺得佢喐多過平時咧？有啊，其實我一嚟到已經佢喐咗，喐得好多噶啦。喐咗好多一嚟到。係啊，我一嚟到佢已經平時冇噶，冇咁犀利咯。因為通常譬如你食咗啲 sugar， 佢先特別會喐得多啫嘛。但係佢已經隔咗好耐噶啦。一入嚟就佢就喐好多。係啊。佢就感覺到好開心，尤其是你講到嘅時候，你講嘅時候佢就特別喐咯。講到嘅時候特別喐。係啊，我坐喺度佢特別喐。通常我坐喺度佢唔會喐得咁緊要，通常係我瞓喺度咁樣 lay down 佢先會喐得緊要啲咯。但係頭先你一講到佢就係咁喐，好 react to 你講嘅。你講神嘅愛，佢就好 react， 好 react 出嚟，係啊。咁講到嗰時嗰、那個係咪即係祈禱嗰時咧、那個喐法又點樣啊？即係話你係喐平時比平時多㗎？比平時多係啊，冇喐得咁頻密，因為始終五個月佢唔會點樣都會喐，但係唔會喐得咁多嘅、那個 movement 唔會咁犀利咯。但係今日係特別多咯，感謝主。以前咧曾經有一個媽咪咧，以前有個媽咪咧個 B B 咧就係、是、有病嘅，因為佢吸毒啊。咁個 B B 唔喐，咁個醫生叫佢數啊，一日要起碼喐四次。如果唔喐四次，就要睇醫生。咁佢嗰日嚟咧，佢話：我今日喐得好少啊。所以由祈禱咧，佢被暴露咁跳，又係。所以點解咧係會對神嘅聖靈咧有回應嘅？感謝耶穌，感謝主，感謝耶穌。